我也是头一回露腿。平时外边露不出来。哎，对了，我听说你们这是相声演员啊。啊，相声演员怎么着？都特聪明，是吗？哎，别相声演员，他们说的就是我。啊，就是您啊。我就是聪明。哦、啊。就是我，脑子特别好。哎呀，谢谢大家的认可，谢谢啊。这巧了，我也挺聪明的。哎，今天我来考考您。您要干嘛？考您呢。您带自然了吗？您考我。不是那个考。您什么意思？考考您啊。啊，就是脑弯急转筋。对对。考考您脑弯急转筋。长得挺好看，这嘴怎么不利索呢？还脑弯急转筋。脑啊，你是怎么琢磨出来？那叫脑筋晚专辑。脑，你这也不对啊。不是，他叫脑筋急转弯儿，太棒了。对，太好了。哎呀，终于顺过来了，就啊，就是灯谜呀、啊，就是、哎、灯谜。对，谜什么呢？考您一个，没问题。哎，你只要说一个，我就能答上来，都能答上来，反应就那么快。这么厉害！哎，当时说，当时给你答上来。行，那我考您一个。哎，啊，这个说，嗯，咱中国城市里啊，哪个地方信号最不好？哪个地方信号最不好？贵州，山区，山区。不是，内蒙古草原。是远了点，但也不是。那我不知道啊。这就不知道了。不知道啊。那偏远地区那都不是，那不知道啊。嗨，那我来告诉您吧。您你说吧。说啊，中国城市嗯哪个地方信号最不好？哪儿啊？宁波。我您先说，为什么是宁波呀？这为什么是宁波呀？什么原因？因为啊，宁波的电话不在服务区。别拐着我说话，我有我的节奏。哎，宁波的电话不在服务区。不知道了。你们都是一波的吧？不知道了。你们都是一伙人吧？都是一波的。啊。这么着，这算我疏忽了。疏忽了。疏忽大意了。啊，哎，第一，再说一个，再说一个，我就知道了。行，那我给您说个简单点的，还简单一点的，那我谢谢您，您说吧。给您说个动物题。啊，这好。喜欢动物？金琢磨。哎，金琢磨。哎，什么动物？说丹顶鹤。丹顶鹤。嗯。啊，它平时为什么喜欢攒着一只脚站着？攒着一只脚站着。对。这我不知道，这又不知道了。他为什么要攒着一只腿站着呢？因为啊，什么原因？他攒起两只脚的时候，啊，就倒了。这又不知道，答不上来了。不是喜欢动物题吗？哎呀。这是哪人疼啊？真是我说那么多年相声，让一鸭脖给我烤住了，烤熟了。这么着啊，别看你说的问题我没答上来，嗯，我说一个脑筋急转弯啊，你也未必猜得上来。哟，考考我？考考你。来，您说。我说呀。对。别着急，我叫一个助手来。哼，您说不上了是吗？不是说不上来，他的问题就能难倒你，你在这儿你就等着丢人吧。行，等着。啊。来，孟鹤堂，哎，快，怎么了？过来。哎，大家好。哎呦，著名相声演员王鸭脖。孟老师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真是，就打小是我找的你，是我找的你，你们俩握什么手啊？认识吗？是认识。我现在遇见一个什么问题？什么问题？就是刚才啊，我跟这个鸭脖，那、这个一博啊，我们俩这个互相猜谜语是。你猜结果怎么样？还用猜吗？你不要抱那么大希望啊！
你猜一下，我是不是输了？不要质疑，你答对了。我就是没猜上来，就没猜上。为什么叫你上来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报复他。怎么报复的？你给他出一个呀，我说一个。对呀、啊，说一个让他猜，对他准猜不上来。对，好，有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我不会。那不瞎扯吗？要你干什么呀？怎么着？我给你出一个，你得说一个。我给你出一主意，你考他去。我考他去。我先考你啊！啊，你看你会不会？你说。记住了啊！我听。你记着记着。我知。有一个鱼缸，有一个鱼缸。鱼缸里面呢有一条鱼，有一只乌龟，有一只乌龟。把这个鱼缸呢放进冰箱里，冰箱关好门。第二天打开冰箱门，一看，发现啊，金鱼没了。金鱼没了，怎么回事？那就是让那乌龟吃了呗。不对，他自己蹦出去了。哎，不对，冻死了。也不对，他怎么回事啊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了吧？很让人费解呀，这个问题。告诉你，记住了啊。您说这个。嗯。鱼缸里边有一金鱼，有一乌龟，放在冰箱里。第二天打开之后，金鱼没了。嗯。啊。这个金鱼去哪儿了呢？是啊，啊，乌龟也纳闷呢，这个金鱼去哪儿了呢？明白了吗？不知不觉你就当了回乌龟，考他去。大仇得报啊，对不对？大仇得报，好的。哎，鸭官来，来这快来了。我给你说一个，说你猜不着。哎，行，也是动物题。哎，我喜欢的。你听好了啊，你得注意啊。好，说，有一个鱼缸。哎，个鱼缸是吧？鱼缸，那个鱼缸里头有一条金鱼。哎，小金鱼。跟一只乌龟。乌龟，嗯，两只动物，然后把这个鱼缸啊放在冰箱里头了，转过天打开一看，哎。这个王八不见了，王八不见了，怎么回事？王八不见了，金鱼也纳闷呢。这王八去哪儿了呢？哎，完了，哎，怎么了？你看，他不知不觉他就当了一回金鱼。你有病啊！当金鱼有什么可耻的吗？有什么不好的吗？乌龟呢？你看看这个金鱼，到现在他还在吃手，答不上来呀！行了，完了，失败了，失败，金鱼没了，乌龟没了，干什么？你早干嘛去了？你怎么给我标注的？你是不是没有标注啊？我还怎么标注？走，行了，这题这题太失败了，他太失败了。这么着，我再给你说一个，换一个，再换一个，换一个啊，换一个。说，听好了，听好了。说，朱九良，啊，你说，你见过乌龟摇头吗？见没见过？没有啊。瞧见了吗？哎，你说没有的时候是不是摇头了？没有啊。你摇头，你就变成乌龟了。你让他摇头啊！这太棒了！哎呀，真是精彩绝伦！哎呀，鸭脖，过来！那王八去哪儿了？别问那个了，不要纠结那个了，不要纠结。又来这个一个新课题啊！新课题！哎，这个你准不知道。来，您说。你准答不上来。答不上，您说。王一博。我就问你，你见过王八这样摇头吗？完了，你摇什么头？是你让他摇，他没见过，这回算见着了。我也见着，大伙儿也见着了，我这不是给他做示范吗？我。你做什么？就你这个脑子，还跟人拼呢？啊，颜值拼不过人家，
就剩点智商了，你还没有。不是你跟人拼什么呀？你再说一个。我说着，你再说一个。你玩大家，我不玩了。你们俩玩。不是你别这么，你再说一个。我们只短短的大概集20分钟左右吧，不容易不容易，太棒了！所有的词儿全记住了，而且没有落环节，没有落任何的东西。而且最棒的一点是，他有现逛，还有现场自己的发挥，棒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，真没想到。真的，我就是劝一博啊，不要说相声，要不然我们就真没饭了。太好了，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四。